今日举行音乐永续乐坛共享的记者会，出席的有曾志伟、何丽泉和一班唱片公司代表和歌手，而台下的座位有贴名，被安排台上的企位都可能经过挑选。我们看看座位和大合照的排位，估下边个会比较得宠，相反就是有边些人被安放在边缘的位置。首先星梦歌手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，环球歌手 Edgar 等人坐在第三排， Sony 歌手林奕康等都坐在第二排，而华纳的林欣彤和太阳的刘浩龙都坐在第二排。而在大合照的排位里面，比较知名度高的歌手都会放在中间和右边，左边比较不出名，而星梦歌手站在最右的边缘位，环球歌手站在第二排中间， Sony 歌手站在环球后面。